没事，不掉的，不会掉的。先倒就行。绝对没事。如果掉的话呢？没有如果。你相信我，你拽。首先走。好，我相信你。绝对没事。走，三。必掉。三二一，走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玩儿，太快了。玩儿的。我相信你了，你不是说没有如果吗？对，我只是说没有如果，但是你不能怨我呀。不是，你拽太快了。 不罚名号吗？这个就是让你输呀。哦，你在害我。让你输，我们才能赢吗？我们不是一对。哦。我们不是一对。哦，是个人的。个人战。你想办法还我啊！那个五个。裂开的沙堆，沙堆上有一根旗子，旗子不倒的前提下，轮流扒走沙子，把旗子扒倒的人贝壳被没收，其他人贝壳翻倍。 哦，这个儿时的游戏啊！你怎么都玩过？你们没有玩过吗？你们都玩过。你们的童年跟我童年不一样了，就是这样，一堆沙，然后把它擦起来，然后我拿你们拿，然后看谁把它弄倒。哎，明浩，你怎么都那么了解呢？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很多的玩具，所以玩的要么是玩树枝，要么玩沙子，要么玩石头。 这个四个人玩，三个人玩比较有意思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分两组，比方说两组嘛。我们四个玩，你们四个玩。第一组的同学选择你们要放几个贝壳？我全压了。那我就留三个，压二十个。哎，我压不了啊。你可以借啊。我借，我好丢脸。涛姐早就没贝壳了，玩到现在，玩的比谁都积极啊，所以借不会丢脸，对吧？不会丢脸。好，我借给你五个啊。 要最少压三个，对，现在一共19个，我全部。那我们谁先来还是无所谓，女士优先，然后顺时针，来吧，Go， 我了。耶！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好恐怖！我全压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么玩的呀。到你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 OK， let's go。 我还没拿出来，我是跟着你的，你哪里拿？要慢慢来的，对吧？ Okay. 没事没事，不掉不掉的，不会掉的，不会掉的。先倒就行。如果掉的话呢？没有如果。你相信我，你拽。首先走。好，我相信你。绝对没事。走，三。必掉。三二一，走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玩的。我相信你了，你不是说没有如果吗？对，我只是说没有如果，但是你不能怨我。你拽太快了，不罚名号吗？这个就是让你输呀。哦，你在害我。让你输，我们才能赢吗？我们不是一对。哦。我们不是一对。哦，是个人的。个人战。你想办法还我啊！那五个。 我都没玩儿。第二组可以来放贝壳喽。六个，我只有三个了。十个，帮我压十个。六个吧。你要不要这边去玩一下？万一赢了呢？对啊，我可以借你四个，但利息是两个。让你输，我们才能赢嘛。 你刚刚害我，我不要借你，不要你的钱。我借给你吧。好，你要多少？我一个就好了。我就把一个借给他。好的。你好好玩哦。哎，还能加吗？可以。再帮我加十个。哇，这么自信，嗯。 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来了以后你再？对啊，
因为我想多出一点给你。啊，是这样子的吧 ？Yes， 好吧，来吧。好，来了。哎呦，从那儿掏我都好紧张。Henry。OK。王子，你我跟你讲，你要从下面。哎，黄子，你从下面来嘛。小鬼，直接逮到直接整，直接逮到直接整。你大胆嘛，你太、那么小气，哎呦，小鬼嘛。加油加油，这样直接挖挖挖，越多越好。加油加油，这样直接挖挖挖，越多越好。哇，到你了。Henry， 不要做傻事哦！你要记住，你还欠了我五个贝壳，你加油啊，在外面。哇哦！其实这个是对的，这个外面的就不可以碰了。你看，我就是有经验了，棒棒的，棒棒的。我们很严肃的，那么小气，哎呦！我感觉我很危险。OK， Henry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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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，结束，少一点， Henry， 结束这局游戏。来吧，我觉得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好像你把那个护城河弄得挺多的，没有碰，没有再碰过中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！中间其实还很安全。你可以玩一个就是心惊胆战的，你把这块拿走，把这块拿走，对吧？绝对倒不掉的，绝对倒不掉的。你不要听明浩，什么绝对？你不要听他。不，我信他，我信他。哇！哇！哎，明浩，我感觉我很危险，我感觉我很危险。哦！哦！这把好危险！哇，这个打得可以，好刺激！再来一圈，再来一圈，哥，再来一圈，再来一圈！真的吗？再来，真的！再来一圈！不要，不要，自信！不要，不要听他！来，自信！哇！自信，自信！哇哇哇！啊！吓死我！就是 Harry 哥已经把砌上去的土已经不挖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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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叽啪叽。哎哎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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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没到。可是这个时间次轮到这个第二个人，算第二个人。哎，我刚才在那儿哦，对吧？我刚才在这儿。因为下一个人还没有用手碰，如果他碰了，就是下一个人的。哎呦，好严格啊你们。Henry 的没收，那我们来领一下贝壳吧。哎，八贝壳喽。